接下来我们准备圣火进场。好，我们这个圣火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我们今年没有从那个希腊来，但是火掉了怎么办？好，等等等等等等啊，好好，还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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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点燃胜利之火，哇，象征着我们今天顺利圆满成功。好的，好，你看我们运动会很精致的，还有火把，还有圣火台。好的，小小运动员宣誓，我们的宣誓代表呢，我们要请到我们全员最厉害最厉害的小班，最厉害最厉害的小班，小班要来为我们做运动会宣誓。运动那个宣誓代表上班了，哈哈哈。来这里这里。好，看前面哦。来，内战，内战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内战，内战，内战。好，谢谢宣誓代表，你们可以下班了。唱圆歌，现在要由阿伯为我们带来圆歌吗？好，我们先请，还没还没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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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下来，董事长，我们先下来哈。不然你在那边跳圆歌，我也会害羞。要唱大声一点，嘿！大声唱，风轻轻吹，树轻轻摇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自己拍拍手呢。好的，好，谢谢三位示范跳圆歌的厉害小朋友，比我还要厉害。主席致辞，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请我们的大家长、董事长为了我们加油，对不对？虽然疫情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坚持，我们还是很健康哦，好朋友。好，园长，还有我们总教练啊，我们的偶像老师，辛苦的各位老师，可爱的各位小朋友，还有来支援我们的几位家长啊，感谢你们。今天是110年的5月12号，我们
本来预定在这个十五号将在大安国小，相界大安国小的运动场来举办这次的亲子运动会。那么